敬畏自然。我是拯救珊瑚行动强国青年大使丁真珍珠，我将在快手和你一起加入拯救珊瑚行动。这里的山一座连着一座，它们生长在这片广阔的天地间。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喜欢故乡的水，那是山里的冰，滴水成河，河汇入海，但我很少看见大海，听见大海。它是海底的热带雨林，是鱼儿们的天然港湾。但在过去30年间，随着越来越频繁的人类活动，它正在以我们看得见的速度慢慢消失。无声的珊瑚在用生命为自己发声，而我们也在努力寻找，在认真聆听。我们将以人类最友善的方式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可以从改变开始，而改变可以从种植一株珊瑚开始。我是拯救珊瑚行动强国青年大使丁真珍珠，我将在快手和你一起加入拯救珊瑚行动。把党的理路肩上的学习啊变得立体可感。那不，我们要邀请四川新。一年前有一个小伙儿，他质朴的微笑传遍了网络。一年当中，他努力学习、追梦、跨越。一年后，他在家乡守望书和远方。他就是小伙儿丁真，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有请丁真，有请。从2020年的11月到现在，从故乡礼堂到更多更远的地方，我们的小伙儿丁真啊，真的可谓是在百尺竿头又进了一步。大家或许没有想到的是，如今的丁真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啊，历尽铅华，从容成长，现在也成为了学习强国学院当中的一位。那今天我们也将为丁真送上一份礼物，祝愿他在新的一年当中学习快乐，取得更大的进步。接下来我们要聘请你为咱们学习强国甘孜学习平台的推广大使。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为我们的这个丁真颁发学习强国甘孜学习平台的推广大使的聘书，有请。有请我们的简文敏，有请为我们的丁真颁发聘书，有请。祝贺丁真，也感谢我们的副总编辑简文敏，谢谢，谢谢。谢谢。不负甘孜好时光，少年正是得及时，得及是幸福的意思。丁真用他的微笑传递出了幸福的内涵，把幸福带给了我们。那接下来丁真将用他的这一首歌曲《得及》送给大家，祝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今天明天都是幸福的。
好，接下来请欣赏丁真的歌曲。谢谢。得吉。得吉西比勒扬吉措森主吉，得吉那得吉那得吉里面在列修。得吉西比勒扬阿祖娘的灵，上比得主吉出走，嘿嘿嘿嘿。嘿呀里面罗阿祖娘的勒列修。记住走，嘿嘿嘿嘿，嘿呀里罗阿祖娘的勒勒嗦，嘿嗦罗嘿嗦罗嘿嗦呼哆哈里罗，嘿呀里罗阿祖娘的勒勒嗦，嘿嗦罗嘿嗦罗呼嘿嘿哟。德甘孜学习平台上线推广仪式到此结束，再一次感谢各位，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新闻发布会，请各位稍作休息。地基西比勒扬基措森主吉，地基那地基那地基里面在列修，地基西比勒扬做娘的灵，上帝的主基督走，嘿嘿嘿嘿，嘿呀里罗阿祖娘的勒勒嗦，嘿嗦罗嘿嗦罗嘿嗦呼哆哈里罗，嘿呀里罗阿祖娘的勒勒嗦，嘿嗦罗嘿嗦罗嘿。
窗户金牌子，看看四川新样子，我为甘孜州打 call， 乡村振兴我们在行动，商业下行，让我们相聚北京，不见不散哦。